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。哎，上台呢，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介绍一下，我们两个是来自苏州嘻哈艺校堂的年轻的相声演员。是，我叫大春，我身边这个演员啊叫陈伟，很高兴啊，到天津卫视录像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跟着我，既能录像啊，又能学习啊，这倒是，又能长知识啊，说学逗唱啊，相声四门功课，没错。今天上来，我先教给你。先唱一回，可以啊，行吗？好好跟您学一学。先唱一回啊，唱一个女驸马，这好，这个，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啊，没问题，跟着您学。行啊，来啊，特别好，我唱拿手机了。为救李郎离家园，唱。为救李郎离家园。你还能再好，还能再好，跟您学习，再多学啊。好，睡了黄榜中状元，唱。睡了黄榜中状元。哎，你再努努力，能赶上我啊？啊，我尽量。中状元着红袍，唱。中状元着红袍，冒着宫花好啊啊，好心悬呐！四一句啊，冒着宫花好啊啊，好心悬呐！唱，这我刚才都唱过了，是吗？咱俩谁教谁来着？你了解吗？啊，黄梅戏，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啊。哦，哪五大剧种？京平梆乐。对不对？还有呢？没，没了。不，不是没了，京平梆乐没呀。黄梅戏，黄梅戏吗？哦，被评为我们国家非物质非文化遗产呢。你等会儿，那就真没了。好嘛，非物质非文化遗产呢？不是，我就是遗产吗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是遗产？哎，那倒是。知道为什么遗产了？小剧种。对，那你往那一唱，唱的底下人都快睡着了，你这东西谁听啊？那所以啊，我最近研究发明了一个新的黄梅戏，哦，就拿英文唱的黄梅戏，啊，走出国门，哎，外国人都能听懂，也高兴。哦，那这怎么唱的这个？怎么唱的？啊，找一出大家比较熟悉的黄梅戏啊。哪一出？有一出，我记得有一个黄梅戏叫，就是有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，后来女的唰就飞走了那个。这叫天仙配。对，甜仙配，干嘛喝豆浆来了？是怎么着？谁喝豆浆？上唐山喝的呀？什么甜仙配？那叫天仙配，天仙配，走出国门你得拿英文唱啊！哦，让外国人都听懂。当然了。哦，那得怎么唱这个？怎么唱？一句一句教给你啊。哦，一句教给你啊。头一句什么来着？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英文啊。Tree up birds, be to to. 您这 be to to 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 be to to 吗？这成双对，成双对，那应该是 double 呀。double 是一对，我这是一对一对又一对，啊，都落起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讲语法，你看后边一对一对又一对，前面这个鸟啊就得是复数形式 birds。嘿，你还别说 ，Tree up birds, be to to。听这二一句，二一句，绿水青山带硝烟 ，Green mountain, green water, 四麦二。带硝烟就是 smile。对，英文嘛 ，smile 笑。啊，三一句。嗯，寒窑碎破能避风雨，买好子椅子 very small。我的房子比较小啊。对了，买好子椅子 very small。那我听您这最后一句怎么唱的？夫妻恩爱苦也甜，My wife with me。怎么样？么么哒。就这个呀。
谢谢大秋，谢谢陈伟，非常不错这段作品。哎，陈伟是哪里人啊？我老家是湖北黄冈。哦，湖北人，我们俩是老乡。哎，哦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学的相声？我学相声的话是打小爱听，我最开始小时候是学唱那个黄梅戏的。学黄梅戏，2007年我看到了网上有他们这个嘻哈一家堂卖票的，9.9元，哦，包邮，这是很便宜啊。那个时候是团购，对对对，团购9.9元，对对对，你们那还是江浙沪啊？对对对，9.9元。去看了一下现场啊，确实这个效果不错，因为我也爱好嘛，你觉得值这9.9元？哎，对对对，太值了。后来就跟他们就是误入歧途了，不是，后来就那个加入了这个团队。